热血夹击，精彩好球。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，欢迎通过我的电视网的转播服务，一同欣赏到的是2024年第13届亚洲青棒锦标赛。今天呢是赛会的最后一天，我们在季军战的部分呢，在天母棒球场来看到的是菲律宾，来出战到的是韩国队。来看到呢，菲律宾的先发打击阵线了，第一棒是 Brandon Sanchez， 第二棒是 Devella， 第三棒是 Carl Marcus， 第四棒是 Carl Marti， 第五棒是 Balelos， 第六棒是 Labandan， 第七棒是 Onias， 第八棒是 Ventanilla， 第九棒呢则是 Sumag， 就是在今天呢菲律宾的先发打击阵线。韩国队的先发投手呢是背号51号的金旭俊，搭配的捕手是朴哉烨，一垒手是连成元，二垒手呢则是朴俊纯，三垒手在沈在训，游击手呢则是裴生秀，三名外手分别是李元俊，中外也是朴在贤，右外野手则是贤守好，这是在韩国队的先发守备的部分，去追打回棒落空。昨天的 Sanchez 也是面对到中华队呢，没有安打的。Devella 这个球三垒的正面接到之后，垫了两三步之后，瞄准长传，完成了刺杀两出局。回棒落空，直接遭到了三振。菲律宾队一局上半的进攻，三上三下。比赛进入到一局的下半，来看到韩国队的先发打击阵线了。第一棒是朴在贤，第二棒是沈在训，第三棒是袁成元，第四棒朴俊纯，第五棒呢是先手好，第六棒李元俊，第七棒是指定打击李绿瑞，第八棒呢是捕手朴在烨，第九棒则是裴生秀。菲律宾队的先发投手是 Alan Chishat， 搭配的捕手呢则是 Carmati， 一垒手是 Ventanilla， 二垒手呢是Onias。三垒手是 Devella， 游击手呢则是 Brandon Sanchez， 三名外手分别是 Balelos， 中外野呢是 Sumag， 右外野手呢则是 Marcus。这一球，喂，判断，哎呦，这是个自制美技呀、啊！不过在滑倒的情况下，起身之后还有办法把这个球的动向掌握得这么好哦。滚地球，在游击手的正面接到传一垒，完成了刺杀两出局，蛮从容的、哦，撑起来，对，我感觉大家都是有这种野手兼着在丢了，对，这个外侧被主审认为是颗坏球、哦，再跑这个球滚地球没有防守的机会了，传出去形成安打，但是一垒上的跑者现在要来冲三垒，这个回传打到了跑者，打者这边也上二垒。打了扎实，右半边方向的一个欧巴飞球，那这样子垒包上面两名的跑者要轻松的跑回来得分，外野的一个回传球要来看一下哦，击球跑垒员站上了二垒垒包，有一个四外球的保送，是拉回来三垒的正面滚地，反手接到之后可以自踩三垒垒包。第三个出局数产生，不过韩国队呢攻下了两分，2-0暂时领先菲律宾。两好三坏，外侧的坏球，四坏保送，滚地球要双杀比较困难，甩一垒这边补救没办法。哇，动作还是做得挺扎实的、哦。那中间方向，中野稍微往后退一下之后完成了接杀。样貌转传还是非常的确实、再切一个飞球，我这个就不好处理喽。对，来看一下，哎呀，真的不好处理呀、啊！打扎实，中间方向的平飞球，但是往前要来追，没办法追到落地，而且这个球还稍微弹得到旁边去一点点。那这样子，垒包上面两名的跑者，至少两名的跑者都回来。起跑之后往二垒这边来传 take， 好球哦！哦，二垒神，哎，二垒神，啊，好，最后还是有判决。我想说，第一时间二垒神完全没有动作。菲律宾队更换到了第二任的投手，把原本的左外野手 Lorenz Andre Morelos
来换上场，去伸展他的一个投球手臂。投手这边挡了一下，往本垒这边来传，封杀状态，再往一垒送 ，double play， 哇哦！一上来之后就是投手的好朋友了，挤了一下内野的反弹球，二垒这边短抛，三有接，反手有接到，但这个距离太远了，哇，刚好他来动啊，对。一二垒之间强劲的穿越安打，往三垒这边来传 ，out 哦！哇，不能够小看韩国队这边的传球能力呀、啊！没有，哇，哇，这颗球其实是有好球空间的，但是有点跟捕手要的球种不太一样。转身，然后一垒这边是被抓到的，但是前卫的跑者并没有往前，现在是两人出局，你们两个人站在同一个垒包上面，两个人都一起触的话，那就是其中一个跑者出局哦，那也就变成了三人出局。没、嗯，都能够站上垒包，弹到旁边去了，捕手这边没接好，漏的比较远一点。嗨。哇，这球很好啊！对，最终没有给。中间方向打在棒头上面，这个距离要再往前追，有追到。飞球接杀往二垒传 ，safe。打平，这一球要落地形成安打了，因为垒包上面提前起跑的一个情况之下，一分是一定会回来。打高起来。切到在中间方向的飞球，哎，外判断，哎呦，原来是由右外野手来做处理哦。这个回传球因为传的比较高了一些些，所以让二垒上的跑者来到三垒。右半边的飞球，仰角还是比较高一点。今天韩国队真的是专打飞球，对，那也形成了三人出局，但韩国队添得了一分，目前是以5-0来暂时领先菲律宾。四外球的保送，一个状况。嗯，怎么了？那是不是有犯规哦？投手犯规。对，博古，一个状况。感觉就是在已经在喊那个博古博古博古。嗯哼，三垒这边有扑到，然后穿二垒回不去。拍手哦。Nice play， 得分啦！太神了 ！U18。未来也有机会来看到他，哎呀！我这个时候是有代打的更换，来看一下垒包上的跑者，这边是哎没有，球被撞掉了，啊，球被撞出来了。哇，泰明是应该是出局的哦，传的位置也超级好，捕手已经走下去了。这球打得扎实，中间方向落地安打，那也因为是在两人出局之后，垒包上的跑者。往前推进，然后来到本垒得分，韩国队攻下了第六分，带起来，但这一球喂弥补起来，哦，二垒这边完成了接杀，三人出局，但韩国队在追加一分，目前呢依然是在领先的位置，暂时领先菲律宾，四外球的保送。左半边方向的飞球，左外野手再往后退，有点找不到球，这球欧把了，形成了安打。那现在一垒上的跑者来到三垒被挡了下来。这边就是后面替补上来的选手跟小先发投手的落差了。嗯，姿势打不到了，但就是会变得更难瞄准。但现在投不进去，打得强劲。但是是双杀的一个机会，六传四传三，一垒这边 safe， 转中间方向切到的飞球，绕了一个小 U 往前，哇扑到了，但是三垒上的跑者要冲回来得分，高飞牺牲打，中线的位置形成了安打球，这球打得扎实。比较第一次看到这种确实的击球啊，对，
不及格。这球确实的击球，但找上二垒，捡起来之后传一垒之后完成了刺杀，三人出局。那虽然韩国队攻下了两分，但目前就以8-0来暂时领先菲律宾。挥棒落空，这一颗曲球，三振掉了打者。挥棒落空，一样使用变化球。直接掉进来，这颗曲球让打者遭到三振，在七局的上半连续的三 K， 那也让这场的比赛来结束了。最后韩国队就是以8-0来击败了菲律宾队，收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哦。那我们也要恭喜韩国队呢，在本届赛会当中是以季军来坐收，而菲律宾队呢则是第4名来完成本届赛会的一个成绩。最后的比数8-0，我们恭喜韩国。